秦俊杰、林雨申在拍戏，林雨申大侠装扮现身片场，拿着剑和工作人员聊天。开始拍摄后，他先是面对镜头摆出一副凶狠的表情，之后和群演拍摄武打戏份。林雨申拍一遍后，好像对自己的动作不太满意，和群演研究着姿势，又重新拍摄了几遍，很是认真。秦俊杰和邢飞在门口与工作人员讨论拍摄细节，秦俊杰用手比划着，身子往后倒。林雨申过来准备一起拍摄，秦俊杰凑上前低头看了看林雨申的衣服。开始拍摄后，秦俊杰假装受伤，邢飞搀着秦俊杰，官兵杀向他们。邢飞一手挡住官兵的枪，一手不忘搀着秦俊杰，他们被官兵逼迫的往后退。就在这时，林雨申出现杀向官兵，解救了他们。这条过了后，林雨申一个转身秒变小孩子，开心的对着镜头耍